是你这母亲无义查某人。你袂切，你是老煞话啦。我袂。你到底我是去吃？体质就想要赶我走？我跟你讲，我才无咧遗憾，而且我绝对袂失职的。渣男，渣男，笨蛋！算你老算。你竟敢跟我走？跟你想安怎？跟你心生什么啦？奇怪，我真的想无的，你明明有新的感情啊！我某爸已经有神啊！我选择这个时阵分手，但是对你还不对我上介好的结果。先做你台面，你哭哭啼，你讲袂听。结果你定下不讲，以后咱见面，啊你歹面相看，你真敢要死我啦？你敢知影？我今日是安怎会找你出来？美国嘛知影，你若想要挽回我的感情啊，想要永远把我留在你的身躯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免少想啊，歹势，我今仔已经想清楚了，就是要把你扯给你，在我某的身躯边，你莫再痴心妄想啊，好啊。我有心啊。你有心过？啊？你为啥你有心啊？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你得想要用这当作是借口，当作是老刘的身躯边借口对吗？你看，这就是咱的囡仔。已经顶三个月啊！我甚至比小叶姐搁较早生，你看好清楚，这是你的囡仔，敢无你一点仔感觉拢无？我跟你讲，你八哥内底的囡仔嘛是我的囡仔，我哪敢伤害伊？我是不可能被你给提掉的啦！你敢是要诽谤我？当然的啊，当然。我只是咧想讲哦，要怎去解决这个代志尔。真简单，你离婚。去恁的小金屋见面呐！王冠廷，在你的心内，咱的婚姻到底是算啥？